做出超级好吃的给二号吃的便当。那你试试看啊。是就是，明天中午你的午餐我管了。你说的。我说的。说话算话。啊。谁把你店房搞得这么脏啊？完了，忘清理纪检馆了。场地是你弄脏的吗？嗯。为什么不打扫干净？不知道我们待会儿要训练啊？训练时间是9点，现在不才6:30吗？二军就该有二军的样子，擅自使用一军的场地还有理了你？我只要在9点之前打扫干净不就完事儿了吗？9点之前爱怎么着怎么着呗，你们嫌我弱没关系，但也别妨碍我变强啊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校长允许你们在这儿打架了吗？赵一红，你不是我们击剑队的成员，别来干预我们训练。我算哪根葱了？我是不敢干预你们训练。但是师兄，我提醒你一句啊，冷子峰现在再怎么不济，也是我爸亲自选进来的选手，板上钉钉的事儿。行，行了。就算你是全额奖学金的保送生，击剑队的纪律该遵守还是要遵守。你呢，作为校长的女儿，难道不是更应该遵守纪律吗？行了，把这儿赶紧收拾干净，我们要训练，别傻站着了，赶紧训练。听见没，打扫干净啊。你们这也太……你没事吧？反正他们就是这个样子，你还是别跟他们起冲突的好。没事儿，我当然没事儿，这不就是我们二军该干的活吗？我会把活干好的。你与其担心我，还不如好好把便当做好，好好抚慰一下我这受伤的胃。干活。超美味的佛跳墙，不行，太复杂了，暖心马铃薯，不知道名字是好听，流失的咖喱饭，这个靠不靠谱？咖喱块、鸡腿肉、胡萝卜，这不是正好吗？依依，哎，你干嘛呢？你想吃咖喱饭啊？不是，我给猴做爱心便当。你行吗？当然可以。你看，行不行？依依，我来。妈帮你打下手啊。这些东西啊，我来帮你切。你进去煮水，一会儿啊，鸡肉还要汆一下。汆是什么？你连汆都不知道？好吧，你就去把水烧热，好不好？一会儿啊，妈妈再教你下一步怎么做啊。这我来。去吧。葱。依依，烫到了没有？没有，但是这个，来，我来。你看啊，把这个鸡肉放下去，哎，你看，就这样一搅，然后给它盛起来，这样就叫汆。那把胡萝卜和土豆都切好，这个就交给你汆了。还有这个是配菜，哇，厉害了，我的妈，刀工这么好，爱心。肯定会喜欢的。慢点儿，
好了，我来，来放缸里，放缸里。哎，不能一下子都放进去。那我们要新口的、甜口的，按照一定的比例，然后加一点苹果汁儿，加一点巧克力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秘密武器，加点牛奶，这样呢，它的口感啊就会更顺滑。真的啊？来吧。我肯定会喜欢的。来，依依，尝一下。嗯，太好吃了！这个味道，尔豪也应该喜欢吧？嗯，在我出国之前，我一定要让尔豪对我的爱心便当，魂萦梦牵，永生难忘。再来。好。嗯。好吃！不是，发烧刚好，确定要练啊？训练就是最好的退烧药，我必须得出出汗。真是野猪一样的康复力。行吧，悠着点，听见没有？必须的。完成训练，让你留下来。